走钥匙口啊，一汉的登山口钩子啊，就是我们管有水的飞在裤腰带上的啊，那个钩子啊，管有水的啊。走这种都是自动化的啊，全自动化的好快的啊。小的呢就喊着钥匙口啊，挂钥匙用的啊；大的呢就喊着登山口，就是压下山啊、高空坐的啊，用来挂那个扣那个安全带用的啊。Let's go.